新式的台湾话第42集，心歹无人知，嘴歹上厉害。老店挂红彩，信用兼实在，人客接接来，有时排几排。前几天客户搬山店面，我念一句好话落落长，主人家真欢喜。披红挂彩是礼数，爱若无嘛会当清清楚楚。火若要插，插头前，插后无人情。开幕讲好话就好结交，真心祝福人也是修为。心肝若好，风水免套，因为会主动带来福气。所以有另外一句话讲：心肝好免食菜，感情好免结拜，实质较重要。千万唔通看到人好来目空赤，这款人叫做古早水耕红豆。人讲钱贵无能，钱囝无八长。啊，若讲到贵，也阁有一句常常讲的俗语，叫做歹贵搞子，歹人搞建议，爱插是非，讲长短话。虽然善心好事做真多，但是拢互迄支嘴破了了，无采工。心好无人知，那是嘴歹上厉害。无心嘴笑，则来时常顾人怨。做人爱圆满，做事爱万全。修心未出错，修口未惹恶。嘴唇皮啊，小宽待，好歹在心内。有的某张唔嫁批，啊那翁张唔食糜，结气在心内，心事无人知。但是那过了就好啊，也未减一块嘛。轮过一时，过去就是好天气。真正修行在日常，正正道场在心中。韬光养晦，除了勤做好事，修造福报，嘛就要常常讲好话，天保惠力，福慧双修，好言好语，功德好善缘。